员听进来，尽管忙着回归行程，仍不时会开直播与粉丝互动。像成员 DK 在5月5号晚上就现身与粉丝共进晚餐，没想到又有私生出现。哎，승관인줄알고받았는데승관이름으로하고전화를했네。许多人看完直播后，除了惊恐表示，原来现在科技都可以改来电名称，让人起鸡皮疙瘩，更心疼成员们忙成这样，仍不忘粉丝一起好好吃个饭，但这份暖心却遭到私生打扰，希望私生们放过他们一马吧。디노야생일축하해시작이아니노래시작이감사합니다而5月5号这天适逢韩国儿童节， DK 也在 Weverse 上传影片祝贺忙内 Dino 生日快乐，但 Dino 其实是2月生的孩子，甚至去年的这天还为此开直播呢。생일진심으로축하해주셔서감사합니다1년에생일두번인사람은아마저밖에없지않을까그런생각도들고일로와일로와빠빨리빨리일로와죄송합니다5월5일날디노생일네어디서부터가시작이었죠제가아마연습생이될거예요네5월5일은디노생일인거아니야라는제한마디에그계속계속하다가、네、최근에정한이형이또리버스라이브에서죄송합니다얘기를했었고 그리고이제오늘이제도겸이형과번호니형이끝으로단정이지어버렸는데디노야생일축하해당신도오세요축하해요뭘축하해요아니그러니까아니너무자연스러워서그냥、네、아5월5일디노생일이잖아이게、네、너무자연스러웠어가지고제가사실그8년전에시작하긴했는데그게이제많이퍼졌네요아디노야생일축하한다당신도문제야당신도요세명요세명이그냥아주다해우와아무튼저는노래는불렀어아니야생일축하합니다생일축하합니다사랑하는디노의생일축하합니다오감사합니다감사합니다감사합니다 、네、디노야생일축하해